만약 태극권에 선수 출선 이런 식으로 하는데 보면 태극의 문양을 따라 正好我们的胸前两个人的胸前搭接正好是一个一样的一个图形，这就是太极拳，出场就不用丢了，对吧？如果推的时候我用力，这叫顶，你一个人，这两者都不对，一个，推的时候画圆，啊，我怎么画在上？你看，哎，这样，懂了吧？他来的时候你看我左画，哎，这样。 现在他在用力，没关系。你看他用力是什么样的状态？啊，你看，他这样出去，明白了吗？